欢迎各位莅临2021科瑞维安全球百大创新机构颁奖典礼哦。政府对智权、对创新的投入与重视，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台湾刚提过可以创历史新高，今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在座的各位呢，也都是幕后的推手及功臣，先进的研发、专利的申请、产品的开发等等，这个是一个整套的技术。那也谢谢科瑞维安哈，那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哈，那分析那拣选出来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厂商，这么优异的厂商，过去两年。跟信保基金还有26家银行，大家一起合作，让无形资产可以融资，也就是说，让这资金可以活络来，而是认可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价值。那第二方面呢，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台湾的厂商能够超前部署，所以我们供应链做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专利组合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把不同的专利结合在一起，然后去解决一个产业界的问题。专利除了鼓励创新之外，另外一个它的目的就是鼓励分享。我们集团呢，有些单位他每天早上都在读别人的专利，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些专利来分享，来增进我们的知识，而且不要 reinvent the wheel， 不要浪费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广达这个32年来一直都在创新。当我们1988年创立的时候，我们要做 laptop， 那到了2016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谈 smart 的 application， smart solution， 客人是要找一个 solution， 我们就整个要有重新来思考， rethink and reinvent， 不是 reinvent ourselves， 要 rethink 原来我们是要新的商机做 solution 的。我们内部其实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创新发展室来统筹规划怎么样在公司内部提供更多的资源哦。那我们也鼓励员工他有好的创意可以提出来，那经过一个内部的审核的流程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公司的资源来对他做一些加持，让他从创意到有机会变成创业。那利用公司的供应链跟一个行销网络的资源，然后让他的产品可以真正销售到全世界，面向国际的舞台。那创新在公司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几年其实公司一直投入非常多的研发的发展。2014开始陆陆续续，我们大概握了1000多件的这个专利。那其中在 3D 列印的部分，大概就有超过500件。所以其实整个多年下来这个努力突然被发现，怎么去盘点一下自己的状况。面对后疫情时代新的科技来临，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加速创新的能量，再来联合各家的存量，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力量。